Yes 青年领袖网络主办的 Catch 特会，7月10至13日，一连四天在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举行。北区众教会青年约500人参加。11日上午，詹凤林传道分享，其中他提到选择交往对象的7种品格考量：一、与神的关系；二、与人的关系；第三是自律的能力；第四是是否乐于顺服神；第五是谦卑；六是殷勤。七是正面积极。他强调，不要拿这清单去检视别人，乃是激励自己不断成熟长进，预备自己比挑选别人来得更重要。Magagawa sa ibang bansa ako'y nagpaalila para mabigyan ng karamihan. 金钱和爱情，你会先选哪一个？花了13天时间拍摄完成的《面包情人》纪录片，是台湾第一部深入安养院制作外籍看护工以及老人的纪录片。导演李静慧期盼透过这支影片，能够彰显上帝的慈爱以及公义。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。他就会开启我的眼光，从我只是爱我自己家里的老人，开始慢慢去感受更多的老人，爱更多的老人。我开始扩展我的眼光，去看到这些异乡人，对，一样也是女性，为了她的家庭来到台湾照顾老人的故事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信仰上神的爱，他对于这些微小，我觉得比较弱势的人，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他的人，可是神没有忘记他们，想爱他们。You let that you are going home. Maybe. I look my two son and I talk to them. What is your feel that I come back now? 以上新闻由国度复兴报记者编辑播报。